我现在到这个，佛母洞，现在到这个佛母洞，准备爬上去了，1800个台阶。看这个，看的不高，爬起来还真够费劲儿的。哎呦，我才爬一点点就气喘吁吁了。哇，这景色真好，他们这个绿化真好。看那个庙吗？还在那儿呢。哎呀，累死了。哎呀，那庙就在眼前了，快到了。刚才爬的时候碰见一条小黑蛇，吓我一大跳。看这山景。漂亮。我终于爬上来了。那边有电缆车，如果谁来这个佛母洞不想爬山的话，有那个缆车。哇，真的是太累了，看那个路。佛母洞，佛母洞。由此上佛母洞，从这儿能上佛母。哎呦，还要往上爬。我天啊，佛母洞！我现在要去那个佛母洞了。由此进佛母洞，到这个佛母洞了，看一下。这里还有小松鼠，刚才看见一只小松鼠。佛母洞，听说很灵的。然后那原来洞那有个洞可以进去，但是因为怕出事儿，然后给封住了。我去这个药师殿、玉佛殿。看一下天上云，上面有棉花糖。那里还有一个塔。好。这边拜完了，我打算去那个前面有一个塔，我打算去那边再看看，不知道能不能过去，去下边看看。我看了一下那个塔那地方，好像都给封住了。反正路上写的是禁止通行，我就别过去了。这边算是参拜完了，准备下去那个白云寺。